我还想通一个道理呢，医生是人不是神的，尽力而已。我们不可能救回每一个病人，只要做到生死两相安再无遗憾就可以。医生可以改变生老病死吗？那么容易？其实医生只是让人在生老病死之间活得快乐一点，就这样而已的，活得舒服一点，活得快乐一点。公视演讲厅，生命的春夏秋冬。